你看一下日本人的私家车都放一个什么的宝贝啊，外边是尼龙的保护套防水的，这个位置呢是一个活口扳手，可以拿它拧个螺丝卸个螺丝，这个位置给它掰开之后呢，里边是一把钳子，你看这扳手和钳子在一起搞上了，这个位置是一个尖嘴的，采用的是一个 CRV 合金钢的一个材质，看那咬合度没，特别特别的严，你拿它整个小鱼钩啊，整个小绑线啊都没问题啊，这个位置可以掐个铁丝八号线都没问题啊，下边这个位置就可以拿它撸个线皮的，看一下这个功能啊，我非常喜欢，这个位置呢带了一个美棒，你在高原地区的打不着火的，对着柴火叶的、卫生纸、干草叶的，这里边小刀拿它一刮，嘣嘣就着火了啊！这是一个求生口哨，在深山老林手机没有信号的，一吹滋滋小响，直接能找到同伴了啊！300米、500米都没有问题啊！看一下这个位置，里边带了一个小板戳，你拿它戳个小手指盖啊，这个位置在户外喝啤酒可以拿它起个啤酒饮料啊。上边这个位置呢带一个一字的一个改锥，可以拿它拧个螺丝，看一下这个位置啊。里边带了一把高锰钢的把水果刀，你在户外切个水果，来个把肉，剔个骨头，我去了，太盖了啊！下边这个位置呢，带了一个钩刀，可以钩个绳索，给它合上之后，看一下这个位置啊，还有功能的，看着没？这个位置往出这么一推，看着里边有一字十花的一个螺丝刀子，看劈头，采用是 CRV 合金钢这个材质，螺丝拧秃它都不会秃的。放到前边这个位置呢，它是带磁负的，甩都甩不丢。你拿它拧个螺丝，卸个螺丝，非常的方便。不用的时候呢，放到这里边，看临时用，属实太盖了啊！这套工具咱喜欢的，咱点个红心，留个关注。左下角呢还有链接，直接把它带回家。这个后边呢可以别到腰带上，非常非常的硬实啊！